绿豆大概八分满啊，放到这个壶子里。这个壶子也不要太大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大小。然后装这种水，我这是滤渗透饮用的水。第一次就把它水要淹过去，壶盖跟壶嘴都要盖着，壶盖壶嘴都盖着，这样子要四个钟头，一定要泡到四个钟头。泡到四个钟了以后呢，就把这个壶嘴打开，壶嘴打开，倒掉。倒完之后就保持壶嘴开，壶盖盖着。嗯。早上从这里加水，早上从这里加水，然后把它洗过，把水再倒掉，一定要记得倒掉，再把壶嘴打开。晚上再一次，加水。然后再把水倒掉，一定要晃，因为要把豆芽洗过，它才不会太热。然后这样子，大概两三天，你就会觉得里面比较没那么冻了。尤其到第四天，它会已经涨很多，所以你水要加很多，水要加很多，加到你会感觉到它淹过去。淹过去还是一样，把它晃一晃，然后倒掉。然后第四天、第五天就可以从这里打开来收。这个打开来收，这期间尽量不要开这个壶盖，只开壶嘴，保持打开的。OK， 好了，嗨，噔噔噔噔，阿姐，你看看哦，哦，好痛，你看我，有没有水？八分满的米杯，来，我搬给你看哈。不好办嘞，足杂嘞嘞，你看好水哇，到我那这边水，你看又无晒起来嘞，下骹拢杂通通嘞。我顶个无看，你看哦，要不要抓抓看那种感觉？可是我手湿的。湿的啊，本来就湿的，对，本来就湿的啊。哦，真的耶。较轻嘞，较轻嘞，较轻嘞，莫登记。哦，很多嘞，你看阿姐这么简单，这么容易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还有，芽很多哦。你看这个豆芽多漂亮！这多一天了，我本来是昨天想摘，你看看，吼、哦，手里疼呢，太高了哈、哦。哎呀，人矮我。妈，你看镜头了。嗨，不会吧？哦，就你这，这次，就你这次就很漂亮了。对，你看我上次你就说这样，耶、嗯， yeah, 赶快来吃，很简单，我教你的那个方法，先泡四个钟头，这个盖子，然后这个盖起来盖四个钟头，然后把这个打开，过来，我来，放八分的绿豆进去啊，然后泡水，泡四个钟头。倒掉，就这个打开了。早上加一次水倒掉，一定要倒掉哦，水不能泡里面。晚上加一次水再倒掉。这个上个礼拜五，我们礼拜五泡的，你看，哇，我这个可以吃四五天有了。睡吧，不睡吧，睡吧哈。好啦，你若办大好，我方法寄过给你好了哈。哈，嗯，阿姐爱你哦。